过年有什么计划吗？农历年的时候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那过年你们会去对方家里拜年吗？哎。正在出去玩。现在还没规划。会不会出去玩之类的？不会。麦克播报：王静、曹佑宁走春一起封口，推荐宅家中片单全见血啊！新年新希望，就是我希望我们家人可以就是 forever 都很幸福、很平安，希望可以找到不一样的自己，不用赚到大钱，但是都不愁吃穿就好了。过年有什么计划吗？农历年。没有没有没有。那过年怎么会去对方家里拜年？哎，还在出去玩？现在还没规划。会不会出去玩之类的？不会。再请王静推荐几部就是过年会想要看的电影或是剧也可以。无声、悲伤小说的女性。要我减肥，我什么吃的？不会，因为明年过年之后会休息一下。嗯，要出去玩吗？ Of course， 过年之后啊。出国吗？三四月，应该是。你那么好。对啊，爽。自己说。没有啊，就是我本来就是那种会让自己工作一段时间，然后休息一段时间，然后再工作一段时间，休息一段时间。莫非要去欧洲玩？没有，上半年没有。三立娱乐新闻，该不会要跟男友放长假吧？你报道。三立新闻网的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奶哥，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小 S， 我是吴瓜，我是波比天后王彩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我是三立吴珊如，我是丽晶，我是王静，我是潘若迪潘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于祥全。大家好，我是柔柔。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开心天天笑的吉祥物，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越来越好，身体健康，顺顺利利，龙和你看，龙和你欢喜，龙和你大发财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好运滚滚来，新年快乐，而且希望大家都笑得合不拢嘴，龙光焕发，好运隆中来，我的爱隆合力，祝大家好运隆中来，祝福大家天天开心，天天快乐，欣欣向荣，生意兴隆，龙飞凤舞，像一条龙，你龙我龙，今年会红，心配健康，万事如虹，全家可以和乐融融，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龙心大悦，生龙活虎，龙年行大运，恭喜发财。你想在山里看到我吗？今年有可能。我比哟，爱你哦，赞啦！